我是七号选手，代表 Sandy 的彦明。然后我今天来调酒的感想就是说，其实心里面很紧张，但是我要去带给大家最生活的东西，所以就制作了一杯调酒出来。那对我来说，调酒呢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它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放松，更使我们开心。